演艺圈谁才是真正的迟到大王？嗨，森森，我们今天要拍的是迟到主题，然后让你们直接进棚。Hello， 嗨，我们现在要直接进棚录影。这一次的主题是谁是迟到鬼 ？Hello， 你好，我们这一集主题是谁是迟到鬼？然后呢，你迟到了五分钟。我现在是有带底妆，我淡妆，化完妆。今天晚上11点 ，My Video 线上收看《小姐不惜地》。